准备五供了我们进入修园室。那因为各地像呢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呢在法云寺那个大菩萨，因为呢我们刚好呢晚上8点呢我们就已经供完了，所以他供养的这些钱呢，因为不捉金所以呢他又专程带了这么多的好吃的食物那这是月珍呢准备了这个非常好的番茄月珍台南呢月珍的学员就非常的发心。那我们来看我们台中我们的学员呢商任理事长静武，你看他准备了从台中千里迢迢跟着我们的雅青还有丙星，对，你看这是雅青这是丙星，对，雅青跟丙星，还有一个叫静善，你看准备了这么丰盛这些食物都在里面那因为日中一时五供这个时间都是所准备的，所以呢我们还有这个清远这些记者工会，谢谢你们一路上呢知道媒体的殊胜所以一路上陪伴着我们也谢谢硕林，谢谢我们白净家人所有的供养我们常住法师一路呢所承受的，没有接受现金就接受五供这一餐。